抢救卡洞胖鼠，德国消防队和动物专家全出动。一只胖嘟嘟的老鼠在一大票救难人员的协助下终于逃脱了人孔盖，又能继续吃了。根据英国 BBC 报道，动物搜救员 Michael Sayre 告诉当地媒体，这只大老鼠大概是冬天吃多了，屁股就卡在人孔盖口，前进不了也不能后退。 Sayre 是德国莱茵内卡当地的专业动物搜救员，也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人员，但这只料理鼠王真的卡得太紧，他只好找来消防队员帮忙。根据当地消防局，有许多志愿的消防队员回应了这通周日下午的电话去抢救胖鼠。消防队员用工具把人孔盖撬开后， Sarah 赶紧协助让胖鼠自由。不过在送他回下水道之前，团队也没忘了跟胖胖拍张照。动保团体将照片和整个救援过程的影片放上脸书专页。至于小胖鼠呢，听说他回去下水道以后已经准备报名有氧课程，喝减肥水，短期内大概都不敢再吃麸质食品了吧。